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2月15号星期六，农历是正月22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你好，师傅台长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啊，师傅很好很好，我很开心、哎。我今天可能我打到今天，师傅你好、哎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、嗯嗯。我想看看图腾。嗯。我没有想到我打来打进来，真的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请讲吧。啊，我是82年属狗的，想问问事业。82年属狗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82年属狗。啊，你的事业一般的。不是太好，也不是太不好，有时好，有时不好。对对对对，嗯，真的很对，真的太对了，师傅、啊。你这个因为最近也不是很好，嗯，这个对、啊、最近不是很好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师傅，我什么行业会比较适合我呢？你现在做什么？你现在做什么行业啊？我是做销售行业。嗯。我看你也只能做这方面的行业，我、嗯哦、只能做这方面的行业，嗯、因为就是只是说销售的品种啊要换，哦，要换，嗯，哦，销售什么品种会比较适合啊，师傅、嗯？销售的比较是能够销售的出去的东西都适合你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还有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82年属狗。哦，你这个，哦，你这个尾椎骨不好哎，骨头啊。尾椎骨，对对对，这不对。啊、你这个是这个有点尾椎骨不是好，对。嗯，呵呵，而且身上有灵性吗？而且腰有点酸痛。嗯。哦，对对，这不对。啊、而且你有时候压力太大，心脏也不好。啊，对啊，师傅真的很对，师傅、啊、胸闷，真的很对，胸闷气急，而且你这个、啊、而且你的左手啊经常会发麻，嗯，啊，对啊，师傅这个，对对，嗯嗯嗯，明白了吗？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嗯，现在先念49张吧，嗯，49张，好，嗯，然后师傅，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啊？你的图腾颜色是吧？嗯，啊，你的图腾颜色，你的图腾颜色，啊，嗯，图腾颜色我看一下啊，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啊，82年属狗。82年属狗，嗯，嗯，82年属狗，嗯，对。师傅很开心，我觉得我可以听到你声音、啊、花狗花狗小花狗小花狗感恩师傅，你这个人不坏，帮人家也是挺热心的，你这个人真的帮人家很热心的，嗯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台长、啊、我觉得你应该稍微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啊，我相信在今年的年尾吧，你可以自己慢慢的买一个小生意做做，嗯。其实师傅，我是现在做一点点的，我也是做这小生意的，但是我生意不是很如意。我就跟你讲了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要今年的年尾呀、啊，你现在生意不好、哦年尾，你现在今年整个一年你只能撑啊，到年尾的时候，你的属小花狗才会运程好起来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嗯。啊、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家里，我这屋子有没有灵性啊？几几年的狗啊？我82年属狗。哦，家里还是蛮好的，嗯嗯。家里好，感恩师傅、你主要，你主要就是你主要这个人钱财守不住啊，你赚了一点就用掉了，啊对啊对啊对啊、赚掉一点就没有了，嗯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师傅很对呀、啊、真的很对呀、啊、真的守不住啊守不住财的你这个人对呀、啊、师傅那么有怎么解决方法有啊你要自己要念解结咒呀、啊、化解跟别人的冤结呀、啊啊、解结咒、哦、解结咒好你至少念一万遍啊两万遍这么许啊、嗯、要许愿哦要许愿念一遍好啊好啊、嗯、感恩菩萨感恩师傅、嗯、好吧但师傅我的佛台好吗有菩萨来过吗来过来过观地菩萨来过嗯
观地菩萨来过。嗯嗯嗯。啊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台长。观地菩萨来，观世音菩萨来过一次。哦、嗯。哦。好吧。感恩菩萨，感恩。嗯嗯、啊，师傅，我想可以问到一个亡人吗？嗯，快讲吧，快一点。好好好，我忘记几几年，但是我知道啊，名字是方建文，方是地方的方，嗯，建是建筑的建，文是文明的文啊。方建文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他叫阿修罗。嗯。哦，是是，对，上次我有托一个师兄，啊、嗯。问师傅，师傅也是讲阿修罗道的，师傅还不是、啊？对对，师傅师傅，然后我想问我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给我王兄吗？再给他，也要至少念49张吧，也是49张，好吧？49张、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问了啊！好，可以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很开心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好了，师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恩我一定会精进学习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感恩，谢谢师傅，要照顾自己啊，师傅要照顾身体啊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哎，你好，嗯。哎。你好，师傅。哎、请讲。弟子给您平安了。请讲。那个，嗯，现在还有时间吗，师傅？有，请讲吧。有啊，那个，您给看一个亡人，那个，他那个名字叫赵玉莲，2013年，往生的。赵。赵赵钱跟你的赵，玉是玉石的玉，的玉莲是莲，啊、玉白玉的玉，玉石的玉。最后一个字呢？连对的连，您看看在哪儿、啊、谢谢您了。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赵玉莲，哦，这个人很厉害。嗯，他已经在天界了。在哪？您告诉我。在天界，玉界天。哦，还在玉界天。上次您给看的是玉界天。嗯，那您但是他在玉界天，他在玉界天做文官呢。嗯，哦，对，上次您说的就是这个，哎，太感恩您了。哎，那个，嗯、您受累了。再看一个亡人，他那个是陈步华，哎，东城，对，布就是布，白布的布，就是啊，布布布料的 布料的布，哎，对，华中华的华，陈，他是女的，他是1950年那个去世的。嗯，时间够长的。陈步华，陈步华，哦，他厉害，他在玉界天的33天呢，嗯，最高是吗？太感恩师傅了。嗯，他厉害，太感恩师傅了。嗯，那个，嗯，再看一个，那个师傅能再看一个吗？就是，您看看有一个，就是94年的属狗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94年属狗，对。94年属狗，韩师傅呢？嗯，想看什么讲吧？94年属狗的，就看看他的学习情况。人是蛮聪明啊，不用功啊。嗯，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嗯，就是不用功。嗯，您看看，嗯，怎么才能让他那心意不太好？要给他多念心经呀、啊，心经多念。我现在念27遍，您看行吗、嗯？不够。嗯，那得念多少？39遍。至少39遍，嗯，还那个念姐姐咒嘛，我给他取了姐姐咒，要，就是念，就是这么一万一万。他稍微有点叛逆，他对你啊，对，他对你不是太喜欢的，对对对，嗯嗯，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嗯，明白吗？您看看，就是你自己的他那个学习，他就是觉得你自己的过去的那些行为啊、举动啊。让他有点，让他有点反感，哎，反感的不得了，呵呵，明白了吗？是是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就是那么回事儿。那个，我想是不是我给他念姐姐咒背的业呀？还是反正不念姐姐咒。我看你，我看你用不着你帮他背，你自己业也不轻啊。呵呵，是是是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那个很努力，要好好改啊，要好好改毛病啊，明白了吗？是那个，师傅，您看我经验的怎么样啊？那个质量怎么样？一般，嗯。一般哈、啊，这个、师傅念的太快。你这个人嘛，就是感情，过去的感情啊，给你造了很多业，听不懂啊？嗯。哦，我明白，啊、我懂了，改了，我知道，您说的对，
嗯，好吧。好的。还有那个，我想看一下那个42年的，在马本年啊，就看一个了。42年的马，您看他身上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78张啊。78张就行了，是吗？他身上，反正一直他身上浑身都不舒服。哎，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关节呀、腰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膀胱啊，然后还有那个肠胃啊，都不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您说的都对。那个，那他反正就是说嘛呢，每次有谁打通您电话呢，他就不好意思问自己。他说了，反正就是一直念下去了，不想麻烦师傅累，让师傅那么累。说就一直念下去了，要麻烦的，不麻烦的话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改啊，对不对啊？是呢。您看他是78张的一波一波这么念，还是说21张一波一波的念？21张一波一波念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是吧？先念了78张，对，是吧？好了，小丫头，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感恩师傅。 好，您多保重身体啊，感恩师傅、再见再见、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师傅好。哎，请讲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请讲。师傅，我想帮我的表弟问一下图腾，他是94年属狗的。男的是吧？男的，对，男的。想问什么？94年属狗的。他主要是精神方面啊，之前师傅也看过，说他业障比较重。94年是吧？属狗的。对，94年属狗的。哦，现在还是有麻烦。对对对，最近之前最近又不大好，又有一点发作了。对，他身上那个灵性蛮厉害的。对，师傅之前有讲说可能跟他爸爸有关。对啊，不走啊，他不走啊。还不走是吗？那现在这个比较厉害的灵性需要多少张啊？先念29张。29张是吗？29张过一段时间就比较多一点的，78张。78张，好。好吧。就一是只有一个灵性，还是说有好几个？一个。一个是吗？行。因为他最近又说有听到一些声音，然后就是对啊，他有听到声音的时候会有一点狂躁，然后要发脾气。这个声音嘛，就是那个人给他弄的呀。那个人给他弄的，有点像古代的，有点像古代的。古代。前世带来的。他的名字改过吗？他没有改过名字，他需要改名字吗？他的名字是不是有点古色古香的，有点像古代人的名字啊？他叫刘家俊，就是那个俊是英俊的俊，家是嘉宾的家。哦，刘家俊。需要改吗？94年的狗。最好给他改一下嘛。最好改一下是吗？那我们他这个名字有一点挑有点可能。可能跟古代有一个人合在一起了。古代有个人合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挑几个名字让师傅选。就是说那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药物还是要继续吃是吗？再吃一两个月可以去商量一下吧。跟医生商量一下，检一下。对。好吧。明白。因为然后他感情方面好像也有一些业障。他是男的女的？男的，但是他我看看啊。几年的？94年属狗的。啊，他有啊，感情上有业障。感情上有业障，而且他还暗恋过别人。对，他就现在就是暗恋别人，人家都不理他了，他还暗恋别人。看见了吗？对对，师傅讲得很对对。而且他本身也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业障重，也是想好好的修，但是就是有业障来的时候，他就有点感觉渡不过去，很难忍这样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吧。师傅可以帮忙看两个莲花吗？讲吧。一个是17959。17959，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17959。在莲花在。莲花在是吗？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？脾气呀、脾气稍微好一点，倔在里边，他倔在里边，不卖账的，心里太倔，对，他就是这样的。
师傅讲的太对了。还有一个是18486。18486。对。哦，这个人修的不错，莲花一直长势非常好。嗯。啊，修的不错是吗？嗯。对对，他很精进努力的。嗯、他而且。师傅有见过他的。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他非常好，在我们这边做很多功德。好吧。嗯。嗯，好好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注意身体。好，师傅感恩师傅，谢谢，师傅我们爱您，感恩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Hello， 台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不是啊，台长。请讲。台长你好。你好，请讲。啊，请帮、嗯、啊，请帮我看一下72年的老鼠。72年的老鼠。72年的老鼠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女的，女的。啊，想看什么？想看什么讲吧。啊，看我的身体健康。我看一下啊。哦，你的。你的这个哮，你有点哮喘呐、啊，啊，对对对、而且呢，你这个人呢，血压有点偏高，嗯，偏高啊，对我好像最近一直很累很。对呀、啊，你自己呀、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很累啊。血压第一偏高不稳，第二心脏有点慌慌的，胸闷的，嗯。啊，哦 ，OK。然后呢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肾脏也不好，腰酸，嗯。啊。还有对对对，还有关节有一点不舒服，关节不好，嗯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、肠胃靠右面、啊，肠胃靠右面这个地方经常不舒服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右面。啊，不舒服，啊、明白了吗？嗯。啊。那明白明白，那台长、嗯、啊，台长，你可以帮我拍一下我家里的佛台吗？嗯，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72年属老鼠的。72年属老鼠，72年属老鼠。你们家里佛台呢？左面比较好，右面差一点。嗯。呀，右面是厨房。哦，怪不得。左面好一点、啊、明白了吗？啊，左面好一点呢、啊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嗯，感恩台长。啊，台长可以帮我看到一个亡人吗？讲吧。啊，我的公公谢金。你这什么公公啊？啊，我的公公公公谢金，他、啊、叫谢金。啊。谢是谢谢你的谢。谢谢的谢，谢谢的谢啊。后面一个字呢？金是什么金啊？金金金啊，金子的金，就是金子的金是吧？啊啊，金金条的金啊，啊金条、啊、金条的金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谢金，哇，很厉害，蛮好，他应该蛮好的，他已经在欲界天了，嗯。啊，在欲界天了，哎呦，感恩感恩感恩财神。他活着的时候啊，脾气不好啊。啊。活着的时候啊，啊，脾气不是太好，而且呢，他走了之前，他跟人家有财务上的纠纷，听得懂吗？经济上有纠纷呢、啊。嗯。哦，现在还要给他念小房子吧？现在应该不要了，我觉得你再给他念个59遍礼佛比较好一点吧。59遍的礼佛啊。嗯，好吧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 ，OK， 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啊，嗯，好，感恩台长，好，再见，感恩，谢谢，感恩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。打通了，我终于打通了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，我身体不是很好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几年属什么？我是。1987年阴历的10月13号。87年属什么的，傻姑娘？属兔子的。87年属兔子。哦，你的骨头啊有问题，还有吗？就是脑啊，骨头不是太好，脑你的骨架有点歪，而且嘛脑子也不好，嗯，你这个人脑子记性很不好，嗯。嗯，对。听得懂吗？然后呢，还经常呢有点忧郁，想不通。嗯。是吧？你看哪身的毛病？啊，明白了吗？啊。师傅，你帮我布置一下我的功课。那我身上有没有什么灵性啊啥的？
属什么？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属兔子的。啊、哦，有一个小灵性在你的脖子上，你的颈椎经常不舒服的会，嗯。在脖子上就一个小灵性。对，你颈椎不舒服，听得懂不啦？是有一点，我脊柱有点弯曲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刚刚第一句话说的什么？不就是说你骨头弯曲吗？对。好了。就是像奶奶一样的那种驼背。哦、对呀、啊。像老奶奶，不是小奶奶，老奶奶一样。明白吗？那你跟台长爷爷说话，我宝宝要跟你说，台长爷爷好。台长爷爷好。哎呀，这么乖呀、啊，小宝宝好吗？他想今年四月份去新加坡去看台长爷爷。哦，现在新加坡改期了，改期了，我们票都订好了，不知道哎。是吧？他们秘书处好像通知了吧？那我来问问这边的师兄。好。那师傅，你帮我布置一下功课，还有小房子什么的。啊。你功课呢？你小房子呢？还要大概念56章。给自己的要经者。对，好吗？那放生呢？放生呢，一共要大概是1700条。1700条，好的。啊，但是慢慢放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好吗？哦，好的。家里的佛台都是好着的吧？蛮好，你这个人要多吃点软磷脂啊，嗯。软磷脂，我因为现在不出门，出不了门，我想，过我去看看买点软磷脂。过的时候，因为你的，我看你的脑容量。这个记忆力方面很差，你所以要特别，你可以多吃点大豆，如果有大豆的话，好吧。豆子。豆类吃了对你脑子会好的。好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师傅，我肝脏不是太好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1987年属兔子。哦，肝脏，肝脏是有问题，嗯。对，肝脏有点胀啊，有点胀痛啊，一点点不舒服。我是从小时候就不好。对。对。10岁左右开始就不太好，一直吃药。然后针对肝脏的话，第一要多喝水，好吧？第二嘛，要有一些中成药的排毒的。可以对肝脏也可以排排毒的，你这个吃药太多了，对肝损伤很厉害。小时候吃，现在长大了不吃了。不吃了。你要多喝水，多喝水之后呢，肝脏呢可以吃一些中成药，对肝脏有好处的。排毒类的啊。对，排毒类的药，好吧？比方说有一些药，它对人身体不是太有害，但是一直在排毒。而且呢，清凉、消炎，像这些实际上人体不可缺少的，像这种穿心莲呢，就是比牛黄要稍微软性一点。牛黄解毒丸。牛黄解毒丸比较厉害的。哦。吃7天，牛黄吃7天，就要停大概3-4天。像这个穿心莲，基本上吃的没什么大问题，好吧？好，穿心莲。好的。师傅，我身上没有什么大灵性吗？我看，没有什么大灵性，没什么大灵性。太好了，谢谢师傅。你们家有个人，好像过去学过什么藏传佛教，或者拜过藏传佛，奶奶是吧？啊，你看，是不是我奶奶？我奶奶。哎、啊，你奶奶、啊。我以前还教过她念经。对呀、啊，你奶奶学的过去是学过密宗的，人家肯定是有个密宗师傅一直盯着她。哎。呵呵。我奶奶叫金秀莲，我给她有双送小房子，她现在好不好？哦，看到了，啊，连远是脸是圆圆的，哎，对，金秀莲个子不高，个子不高，你看我刚刚讲，师傅你太厉害了，啊，就是你奶奶问你要小房子，你奶奶，是吗？你赶快呀、啊，帮你奶奶念念经，告诉她，奶奶呀、啊，你保护保护我。
我奶奶，我有几次梦到我奶奶，她一直在念佛，一直在每次梦里她都在念佛。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她学密宗的呀。我奶奶师父、我奶奶她现在在哪里呀？你奶奶叫什么名字啊？奶奶。金秀莲，黄金的金，秀绣花的秀，莲花的莲，金秀莲。嗯，很高的阿修罗。嗯。在阿修罗了。很高的阿修罗。很高的阿修罗。好了。那我要给我奶奶说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你跟你奶奶，你奶奶现在也需要小房子，听不懂啊？你跟你奶奶念58张小房子，59张吧？好了，好吗？奶奶59张。我是多少张？我又忘记了，我记性不好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就是脑子不灵吗？我脑子是脑子又不好，你奶奶又来问你要小房子。所以叫你刚刚吃点大豆呀。哦，我记住师傅的话。好吗？你这个自己给自己们念个49章。嗯，好吧。那我的功课呢？功课嘛，大悲咒、心经呀、礼佛每天要念的呀，好吗？师傅，我是大悲咒、心经每天49，准提神咒49，对，消灾吉祥神咒108，对，往生咒108，对对对，圣无量寿决定光明陀罗尼是78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好。礼佛大忏悔文我念的是每天5遍还是3遍好？3遍5遍都可以，随便你，好吧？哦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感恩师傅。啊，嗯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